威震江湖喎、啊，都冇講到老虎喎、啊，但係佢你個威震江湖，你咧有少少普通性啊嘛，係咪？本來佢寫住宇宙嘅，啲宇宇形身，呢個有啲英文字啦，係咪？即係虎虎就迎春，咁有個道字咧。跟住有個佛字，嗰啲所有嗰啲所謂哲學啊，同埋嗰啲宗教冚唪唥係貫通嘅一個佛字。孟加拉庫係啦，原來呢個庫咧，孟加拉庫好出名啊！你講啊，即係國際性孟加拉庫。香港發現嗰只都係。係咩？100年前香港好特別㗎，孟加拉庫，庫來運字喎，原來咧寫寫下之後咧，即係感覺到嗰字同字之間都借嗰啲筆嚟到將佢擺埋一齊噶嘛，